大家好，我是陆景，是有轨电车二车队驾驶员兼助理。安全吹好。我是2017年6月进入这家公司，选择这份工作主要是因为这个新兴职业对我的吸引，所以想尝试一下。司机工作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线上，我们司机要凌晨3-4点到岗，然后开始对车辆进行内外的检查，来确保无安全隐患。另外一个是线上，准点平稳的驾驶有轨电车，使乘客安全到达。这是我出大学的第一份工作，至今也有3年的时间了，它见证了我的逐步的成长。每天驾驶电车都挺有趣的，遇见不同的人事物，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遇到最多的还是突发情况，所以我们只能提前预判路口慢进快出，来避免突发情况的发生。二号线方向松江大学城站，列车上张贴了公交防疫登记二维码。主要还是促进了松江旅游业的发展吧。最明显的就是周末节假日去泰晤士小镇旅游的人的人数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一列车串起一座城，一张票走遍松江的角角落落，看着人流渐渐散去，大家的脸上挂满笑容，我会感到特别满足。从丰塔园到泰晤士小镇，从大学城地铁站到新桥火车站，电车串起了方便快捷，也串起了松江人的幸福生活。我是司机鲁静，我们在松江有轨电车